欢迎收听988。在这个疫情陪伴我们的三年里面，这个城市已经有太多的变化。我们学会了一个人吃饭，欢迎收听988。在这个疫情陪伴我们的三年里面，这个城市已经有太多的变化。我们学会了一个人吃饭。
欢迎收听988。在这个疫情陪伴我们的三年里面，这个城市已经有太多的变化。我们学会了一个人吃饭，我们开始注重健康。
欢迎收听988。在这个疫情陪伴我们的三年里面，这个城市已经有太多的变化。我们学会了一个人吃饭，我们开始注重健康，开始有勇气去锻炼。